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黑人 X 的 Fly。哎，等下，念啦，上次是你念我好久没念了。好啊，你念啦，啰嗦呢。Hello everyone, you are special. This is Austin. 大家晚安。OK，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黑羽玩这个叫什么生存四天二代。然后我们上次来到第几关了？我已经忘记了。你可以按那个关啊，按那个开关啊，你可以按那个开关看一下。第四关遗迹之旅，好啦，然后刚刚因为开台前一直被怪物攻击，所以把它调了一下模式，哎，我们调回来吧。我们来看看、okay. 游玩须知，这个不用，这个已经不用看了吧？这不用看了，这每一集都有。对啊，然后好啦，上次有啊，怎样？哎，北七好，白痴，好啊，我原来是海绵。我们要来找海绵了，看来这一关会是非常艰辛的旅途。你们看到这里面已经是满满，哎呦，已经是满满的那个啦。那个客观众，我们还是待到早上再出去好了。哎，死啦！哎哎哎，我已经开始被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人帅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人丑，人丑就是招人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拜托，哎，长太帅就是有困扰、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每次我只要一走出教室，哇，他要保护色，外面一坨女生跟着我、欸，哎，天哪、啊！没有，外面一坨大便跟着你。你说一坨泥吗？对、啊，一坨泥。我也快了啦。好多、哦，好可怕哦！满满的粉丝，一股不会吃醋吗？没有啦，当然没有女生跟着我啊！你们真的相信哦？天哪、啊！女生跟着我走出教室，我一定被教官约谈啦。不会啊，这样就被教官约谈，那也太逊了。不然怎样才哦？不行，我还是待在这里好了。谁叫你一开始不避难，活该啦！哦。然后上次有观众跟我说，这里也可以，杨，你可以不要作弊吗？好啦，那个真的是我不对，这边跟大家说。你有作弊？有啊，因为我把撰稿一直留到第二关、第三关啊。白痴哦，作弊耶！你可以不要作弊吗？你是废物吗？重点是你自己还完全没发现，你是在听我讲才知道你在骂。没有，我是有发现有撰稿，只是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。好，可以找到，请问今天几点开始要练了？晚上等我看完台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那是我的事情。看一下啊，这边非常隐、哎，你可以不要跟我这么有默契吗？白痴！哦，照我，我要打木头。哦，你照我，我打。好，你打。你在我后面，哎、欸，我在这里，快回来啊，白痴啊！好啦 ，No！ 啊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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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 carry 你，我 carry 你，过来过来，赶快赶快！他没有梯子耶，对，我就是要上去哦，白痴啊！被黏住了啊！你在哪？我在你后面。哎，做什么工具箱啊？你浪费东西耶。没办法啊。工具箱嘞？在我身上。哦哦哦！啊！这一关是想打架吗？好难哦！啊！这一关根本存心找打，好不好？走开！哦、oh, ，come o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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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快受不了了。很难，超难。照我、哦！怪木头下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有机会！哦、oh, ，有，打掉一块，打掉一块。哎、欸，打掉两块，打掉小安安安，小安安。有机会打掉第三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第三块！哦、oh, ，木头 get， 木头 get。第四块，第四块，第四块木头哦 ，get get get， 白痴，我都已经打到第五块了，白痴。第五块，第五块，第五块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 ，get， oh get， oh get， 哎、欸，哦，哦，我靠，怎样、啊？我就说各位观众，我就说各位观众，你刚刚讲观众吗？对啊，各位观众，我就说我是主角吧，什么都是我找到，啊，好爽啊！怎样啦？我找到了精力啊，吃的啊，绿宝石啊，什么都有，好爽哦！好像很厉害，好爽哦！那海绵呢？还有一块啊？对啊，要找，我觉得应该在对面。你看那边。对啊，他说那个什么？什么？有什么用？风泽说你都不听人话、欸，干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人啊，拜托。你说谁？你说谁不是人？谁都不理我。你说谁不是人？想死啊！啊！好爽啊！
哎、欸，瑶，你掉下去就变成烟雾不见了、欸，哇塞，忍者！哇吼！哇吼！哇吼！哦，死掉了，好难过、哦。白伤很亮，那一块是不是？你有看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把自己血弄到这样子啊！可是那一块我们刚刚去过啦、啊，有吗？我以为你去过了，因为我刚刚就直接经过那里。没有啊，哎、欸，面上会很亮，还是说不是啊？有一块很亮的，就那一块嘛。在那边，这需要我有望远镜。哦哦，有吗？真的、哦，靠呀！我们都哦，白痴，我们真的都不去看他，他妈真的太白痴了。进来了，所以都有了吗？什么都有了。海绵。等一下，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啊！找到了。好了，喝海绵，我先。哎呦 ，No！ 嗯 ，Again。他哦，阴我啦！妈的，靠！打爆你！有僵尸！哦，是哦，第五关沉船墓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第五关 ！Oh my god！ 我要被关进生物箱里啦！哎，瑶，站在一起。啊！来，干嘛？哦、謝謝他送的，謝謝他送的哦，不是这一关。哎、欸，哦，我看到沉船了。沉船？沉船里面应该也有一个。我把它打破。我要来破坏船了。如果我可以做个……嗯，哈哈，船被我打破了。哎呦，里面有怪。哎、欸，这里有……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……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僵尸打死，我再讲。怎样？那你，我们很爱摇作弊哦，真的吗？我刚刚看成这个观众，我以为他打纳尼维亚。纳尼维亚，你是怎么看的、啊？航海王日。然后敢不敢挑战一年不打？一年不打。航海，等一下，我觉得那个航海王日志一定有鬼、欸，一定是什么我有船你没有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我看。好。不是。不然什么？我念。好。六年四月，2015，六月四日啊！哎、欸，他打错了。2015年六月四，我们发现一种药水，可以让我们有办法在水里暂时呼吸。我们将做法记录在这本书的次页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因为原药原因，喝下去半成品的水下呼吸药水，似乎会出现奇怪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水平加地狱疙瘩等于基础药水的基础，这不是作弊，是了解自己。哎、欸，要记一下哦。水平加地狱疙瘩，水加地狱疙瘩，然后嘞，然后药水加河豚等于水下呼吸药水。哦，要叫我们酿造的意思、哦。那你去酿造吧。怎么那么多、哦？有蜘蛛啊，打它。里面是有生怪砖吗？我觉得里面有，里面有，里面一定有。看蜘蛛好丑哦。放我进去，放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。我不会唱，其实。一个人，我至少干净利落。看看，哦，有金胡萝卜。妈妈，哎、欸，药水酿制手札记基本药水篇。哦，哇、啊，他都是记、欸、他。你传我，你传我，你传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进到里面了、啊。好。啊、嗯。对啊，怪物变成各种石矿谷。对，这个是那个没错，这是改过的。哎呀。哦，你这个白痴。没办法，你刚刚进去就被黏住了。要爆了，要爆了，要爆了。好，给他爆，给他爆。购物，对啊。购物哈？好像没有神怪箱。一定有。没有啊，哎、欸，这里都是各种酿造的东西，哎，香精西瓜。我听到声音，哎，还是在木头下、啊，你可以挖开看看啊。
为什么他打我一定会打到啊？我都不能提前一步打到他，速度太快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有事没事被黏住啊？真的很讨厌哎。没有，是你挡住我视野，害我被黏住。又啊、嗯？对啊，是你没错。把箱子开开啦。开开完箱子就打掉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了。哪里哪里？哦。怎么打掉啊？好烦哦！这里一定在执行，在下面，在下面啊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你后面，你正后方那里，你正后方，后方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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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什么？你要跟我讲有什么？圣怪箱，圣怪箱。我知道有圣怪箱了，我有看到了。白痴！怎样？我找到隐藏地点了，可是里面全部都是黄金，我不想要宝藏，我没办法留到下一关。什么意思？叫黑土出来！哈、哦，你们没有看我台在那边乱讲话、啊。看你台什么？我说他们没看我台在那边乱讲话，我才没有夜视药水，白痴。哦，我现在这里好瞎哦，我快瞎掉了，太暗了。我现在离荧幕超近的哎、欸，各位观众有没有觉得？不是啊，有没有跟我一样荧幕贴超近的？我现在荧幕贴超近。谁叫你不用酿造的方式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是跟你说先酿造吗？秘密安安。没关系啊，我这样就可以找到的话，那就不用酿造啦。哎、欸，我找到金色胡萝卜了。哎、欸，你的观众说好像看到了。真的吗？哪里？没有啦，那个不是吧？Cave Spider 杀死啊？那算 TP TP。你 TP 要小心哦、喔，我在水里哦、喔。没关系。你看，你明明就夜视药水嘛。没有，这不是夜视药水，是水下呼吸药水。哦，那你赶快呼吸，你赶快。而且我看不到哎、欸，我真的看不到。你瞎了？哦，我看到。有吗？有吗？什么都看不到、哦。我现在贴屏幕贴的超级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就跟你们说哦，有没有？拜托，瑶是谁？找到了。找到啦。哦，他的坏处是那个啊，凋零。拜托，瑶是谁？哈、哦，好，接下来四分钟交给我们两个了。没关系，我 OK。你有铁镐、啊？没有。我贴在这也看不到。我刚你有没有一块木头？一块就好。有。来。你有铁锭吗？哎、欸，我忽然想到，怎样？黄金胡萝卜好像可以呼吸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来不及了。赶快把这个打掉吧，三个了，三个了。是不是？瑶是谁？哦。一坨一坨屎，一个很矮，身高没有。身高没有到180了、欸。过来的时候一起打这个。A 二九，安安安安，快过来一起打这个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已经开始打了。我知道。你用好就一起过来打吧。哦，你有黄金镐哎、欸。黄金镐，黄金镐会打比较快吗？至少比木镐快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快啊！有，快多了。没拿铁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好，其实你不用挖，我来挖好了。两、欸、个没有，那是因为两个一起打才会比较快啊。可是。我黄金镐好像还蛮快的。好、啊，好啦，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哎、欸，好像真是哎、欸，好啦。对啊，黄金镐超快的。呜呼！对啊，黄金镐是不是打爆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有什么东西要放吗？赶快放一放。嗯，没有。好，那就走吧。一勾。去了。哦吼！第六关，迷宫之地。噔噔噔噔噔。经验瓶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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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抢啊，你在抢啊，你很会吗？我抢赢了，哎、欸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不到你？哎、欸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看不到你啊，我看不到你啊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就好了。那个 ID 感觉很像小白，你说哪一个 ？J J A A S N N。好，走了，一 go。等一下，我，哎。命途坎坷啊！怎样？不然我们一右一左好了。一右一左没有，你就贴迷宫就贴右边走啊、哦。有东西，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勾。有香香，有香香。我也有看到香香啊。现在都叠字是比较可爱吗？一个卡关很久的节奏，摩擦。I got it, I got it, I got it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真的，真的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找了 ，Come on！ 在哪里 ？Come on！ 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？你就 TP 我就好了。
在哪里？他在一个矿车里面。哦，这里这里。哦，哪里？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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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啊、哦！有没有？我们发现什么异状？这里啊，就这里啊。哪里？这里啦，前面啦，前面那滩水里，他刚刚藏在一个矿车里。哦。怎么我不继续玩盘点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对对对，这边顺便跟你们讲一下，不是我不玩盘点古玉，我盘点古玉记录档就还没拿到啊，它开放下载是你们下载得到，我的记录档还没拿到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个你杀我杀你，那我跟你俩嘞，你叫我打你还要骂我？不是我不是骂你，我被吓到了。被谁吓到？我被抖内音吓到了。白痴哦、喔，白痴。在哪？好 ，TP 我。不是我不玩大坏蛋二卢。哦。看呀，谢谢 YN。哦，看呀。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不玩盘点古玉，是我记录档真的还没拿到、啊。你看呀，谢谢 YN。那个开放下载是你们可以开始下载。啊啊，我这边我是记录档还没拿到、啊。憨憨彩哥。哦，哎、欸，咬我啊我啊，我有铁的。那、嗯。哦，我被吓死了，心脏好痛啊。一起挖啦，不是比较快吗？哦，哦，我还超会抓时机，你把我打死那一瞬间，他抖内我，抖内音刚好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哦，YM 说好爽啊，谢谢 YM， 看你魔剑带着，可是我真的快被吓死，作弊什么鬼的啦？现场有观众也跟着我被吓到吗？其实可以直接重玩，重玩什么？看自己花太久了吧，不要不要重玩，我都已经玩到有一定的进度了。想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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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，你有找到地狱之心吗？有，我有找到，我有找到，是啊，好啊 ，YM 拜拜，要上课，给你 OP， 我没办法给你那个，所以我只能给你 OP。走开啊，胖子、欸，久了。第七关蘑菇之城，这个这关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了、哦，没关系，给你抢给你抢，我不在乎。哎、欸，过来一下！我不在乎。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我不。好啦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好好好好。找谁当伺服器？黑羽就好啦。哎、欸，我有偏好哎、欸，偏好是干嘛的？就是你杀几次哦、喔。好了，我用掉了。哦。太多马力哦。嘿。哦哦哦哦哦哦。而且我们现在、我们现在打掉一个蘑菇，还要等等。啊。等等。等等。啊！叮叮叮，然后还要叮，等等，然后就等等等等等等，然后就长大了这样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。虽然隔壁棚有人开来，但我想待在瑶台。隔壁棚是？哎，我好像看到哦，不是。安安安安，人家说惯例最高处或最低处一定有一个啊，所以我们要去最高处找啊。最高处应该就是那一颗。哎、欸，远方注意，特别注意！我有看到，可是那个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，好神奇哦！一天约会几次？应该说一个礼拜。干你娘嘞！你是白痴哦！你在偷挖、啊？我没有偷啊，我挖这个又没办法补上去，白痴哦！你挖好啦，你挖你挖。哦，你白痴！你真的是低能，你真的是低能，你真的是低能啊！他妈的，我挖很久，你就他妈直接走过来，你有没有钻石？啊？有没有钻石？没有。对啊，你真的在挖，多爱一股非常爱。我觉得我跟黑羽谁比较？当然是我啊，这还用问？当然是黑羽啊，黑羽又高又帅，高富帅。我在哪？就破我粉丝团啊！他都没在听我讲话哦。哦。我要多挖点木头啦，我要去做那个半砖出来了。BGM 是 BGM 那个在那个叫什么 YouTube 的音乐库，然后搜寻。开心欢乐都找得到啊！瑶、哦、会露脸吗？你不知道我已经在试量子主持节目了吗？开视讯看看再说。你会选法师还是会选黑羽当我队友？黑羽不知何许人也。不要吗？亦不详其性志，宅边有无柳树，因以为好言。敢不敢？敢不敢什么啦？对啊，我早就露脸啦。No！吓死我了。那我有比你帅吗？我当然是我。你挖到那个了没啊？白痴！啊，小爱和一股，你会选？当然是一股啊！小爱哪根葱啊？拜托。其实我不知道小爱是谁。突然觉得来晚了，没关系。
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还有机会。也会怕小强吗？不会 啊，为什么要怕？骂鸡。黑羽才会怕、啊，我不会怕、啊。怕什么？小强啊。你会啊？我不会啊，为什么要怕他？你去呛他，你去呛。吓谁啦？有人比姚帅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怎么问这种问题呢？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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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挖了不挖了。我有啊。啊？有的代表动物是什么动物？应该是猪，最帅气的。哦，好痛苦啊！吃吃吃，亲亲亲，滋滋的。我喜欢的流行曲是什么样的爱才会突如其来？这样会不会对不起鱼竿啊？天哪！哦呦。怎么办？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啊，姚是帅、可爱、搞笑啊！你看是不是？嗯。怎么办？找不到哎、欸。嗯。大帅哥，哎，好啊，这张阴我啊。还是哎、欸，姚，啊、你 TP 我，我觉得说不定是那一棵树了。这是哪一棵啊？哪里？你看那边，你从这边往那一棵蘑菇树看，上面是不是有一点黄的？可是那个不是我们去过的那个吗？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 打掉。有啊，在我手上啊。嗯、那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四十八岁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我好像找到了、欸。哪里哪里？你从我这个方向看。从你这个方向看。往那边看，是不是有一点亮点？哪里？没有啊，你就直接走，你走，我跟着你走。可是我走，他们走会死啊。不会啦，哪里啦？153公分，十一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啊，都没有，好好都没有，那你可以过来了。好，我在下面附近看一下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像快到你说的那个亮点了。哎、欸，到了，到了你说的那个亮点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在这。哦，真的被我猜对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我可以关台了，妈，我搬到了、欸。要不要感谢我一下？哎呦！这里有 TNT， 这里有 TNT， 很阴险的来到了 TNT 的年代啦。要不要感谢我一下？好，谢谢。明天同时间开，明天我要工作，不好意思。你看、啊、我是不是神？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阿里嘎多。哎、欸，我的海绵不见了。真假？为什么？哦哦，我投了，我投了，我投了，下午。来，我们的第七关蘑菇之城就到此结束啦。我一开始就有了、欸。谢谢啦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它是什么？剑矢深怪砖。哦，好啦，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，哦呦，哎呦，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这一关是叫做，我来看一下。好、哦，第八关时间之旅，对。我们下次准备要玩第八关时间之旅。时间之旅。我们今天就先开到这边啦，下次再见啦，各位观众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拜拜啊。